面试老师比我大，因为大家到里面看看。最低云南丑菊10元五斤，看看这大集的大葱多少钱一斤了？现在这大葱多少钱一斤了？两块，还是两块？大家看看这个大葱啊，2块一斤。今天这大集上卖大葱的都没前两个大集卖的火了，像前两集这个大葱是1块五斤，这集是2块。这集卖大葱的掰阵了，好多人过来过去的问2块一斤，都是几乎没几个人在卖。这回这蟹爪亮开这么多花了，太好看了，多好看这菊花，看看这菊花多漂亮，菊花还15一盆，多便宜。你这是不是都是铁结的？铁结。大家看看它这蟹爪莲开的是这样的花，看看这白色的蟹爪莲，小白花开出来特别漂亮啊！上的大丑菊又便宜了，10块钱8斤。大丑菊10块钱8斤。小白皮看看这这个山东老姜，5块钱一斤。山东老姜。看看这大车西红柿，10元五斤。看看这里的大苹果35两袋，山东富士21袋。看看这里的卖苹果的都垒成墙了，35两袋，21袋。这里是卖鲜花的。哪进野林门去？大家看看他这个丑菊10块钱10斤，1块钱一斤，好多人在抢着买，几乎都没有了。我也买两个。现场购买各个保鲜，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。现场购买各个保鲜，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。来，丑菊批发价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。现场购买各个保鲜，各个保鲜。看看这里边这个大丑菊，10块钱10斤。10块钱10斤，现场购买各个保鲜。10块钱10斤。来，丑菊批发价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，皮儿薄水分多啊，10块钱10斤，现场购买各个保鲜，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，购买各个保鲜，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，现场购买各个保鲜，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，5块钱4斤，10块钱10斤啊，不够10块钱是不给10斤的。皮儿薄水分多，批发价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，皮儿薄水分多啊。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。好了，这期视频留言就给大家，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